顶礼三宝，愿诸门虚空自己有情父母脱离扭曲痛苦及痛苦之因，当真一切终极大觉果位，故听闻无上密法，潜心必往路而发生。即此我等所传讲的潜心必往路，总分为共同外潜心和不共同内潜心，分为两种。共同外潜心呢，以上已经讲完。先前所讲解的是不共同内潜心，在传讲不共同内潜心初次开始，一直都在传讲。今生要承担解脱，信心是不可缺少的。如历代传承祖师曰：“启开一切之法门，寂灭一切修行障，证得一切教言义，必为信心之功德。”那就是说，在当今我们行持一切善法的过程当中，能否如实般证悟到一切法的教义，乃至修行过程当中能否消尽一切修法之障碍，完全要靠信心而得的。那至于信心，在昨天讲解过程当中总分为三种信心：静心、愚心和诚心三种。那么当今我们在行持过程当中，三种信心必须如实了解为妙。尤其我们今天还需要了解的是，一直信心者还要分为四种不同的人，就叫做是信心啊，是信不是爱，是爱不是信，两者都是，两者都不是，分为四种。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总认为信心可是呢，对哪一个产生稍许清净心的时候是称为信心的，但这里头还需要我们细致分辨的地方的。刚刚已经说过，是信心不是爱，是指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平常对因果称之为信任的，因为已经知道，如同前两天所传讲般，在传讲人生暇满人生或轮回过患期间，已经知道了若承办善事能获得快乐，若要是心之恶业会遭受痛苦之意。因此深信这样的因果而生起来的信心，生起来的清净心，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实信心。因为我们对因果的认识叫信心，不能叫做爱的。当今我们对因果的信任称之为一种信心，不能叫做爱的。是爱不是信心指的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父母乃至自己旁边的亲人，那只是站在一个感情的立场之上得到的清净心称之为爱，不叫做信心。要记住，所谓的信心是站在初时间功德之上，单纯站在时间的感情之上只能称之为爱，不能叫做信心。那如同自己的父母般的，以及呢身边的亲人般的，称之为是爱不是信心的。那前面所说的是信心不是爱，我们对因果的生性般的，对因果的生性称之为信心，不叫做爱的。两者都不是的，既不是信心又不是爱的，是犹如自己的冤敌一般的。因为我们在面对冤敌的时候，既不能说是信心，因为它并不具备初时间之功德，也不能叫做爱，因为在时间上面没有感情，因此称之为叫两者都不是的，如同冤敌般的。两者都是，如同自己的上师一般的。因为我们对上师呢，即使站在时间的立场之中是一种感情的，从初时间的角度当中呢，认识到上师所具有的一切功德，昨天也讲过，今天还会继续往下讲去走的。所以针对自己的导师，既是爱又是信心。
那么脂肪原这四种人对我们以后羞耻心正反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那必须要具备刚刚所传讲的既是信心又是爱，像这种是永远不会有退转的。但要记住不要多入到哪一方面之上，应该两者融合到一起而行之。那如是行之者，就像刚刚所说的，他可以启开一切法门之精华，也就是说可以悟证一切教法之教义。在行之三法当中，依靠信心可以迁除一切魔障，这些都需要靠信心而得。好，即在行持一切善法过程当中，不会被一切邪魔阻碍，也不会被一切障碍所束缚。当今不是有很多修行之者都在说，他平常在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障碍，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我们在行持三法的过程当中可能信心并不是很圆满。若要是圆满具备信心者，就不会具备刚刚所讲解的这些过失。一切以上所传讲的多罪乃至障碍都在信心当中自然会清净，因此这些都要靠信心的功德。因此至于信心的功德，在我等历代传承祖师华智仁波切所著述的土佛真言中讲得非常细致，我们可以阅读一下这些教言，也非常好，因为昨天我们已经传讲过。初次开始进入佛门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不是很圆满，可能是净心，要不是愚心。净心是不需要靠什么理由，愚心相对来说当然需要靠一些理由，但总的来说，由于这两者信心都并不是很可靠，原因是并没有完全理解到所升起信心对境的所有功德，所以这种信心还是有退转性的。当今我们所行持一切善法，并且在众多导师面前求学各式各样的教言，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信心，就是让把前面两种信心转变成诚信，因为只有具备诚信才不会退转。历代高僧大德能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如是般证悟到一切诸佛菩萨的密，原因就在于诚信之上，所以都要铭记这一点。但还有一点，昨天已经说过，在众多教言当中曰，初次在具备信心的基础之下要行持三法方能承办解脱的。但是这里头不仅仅讲解信心，还要从事善法，那么信心并不是为承办解脱之方便道。但要记住，这种信心主要树立在净心和愚心之上。我们平常讲解信心来承办解脱唯一不可缺少之方便，讲解的是诚信，当然前面的这两者信心也是承办后面信心之方便道。总的来说，要知道信心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我们已经讲过，历代高僧大德乃至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时代，像三西比丘和提婆达多，由于不具备信心的缘故，最终还是堕落到三恶趣之中。从这些先例当中就能知道，当今在行持三法过程当中，信心是不可缺少之方便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两天所求学的一切法，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它是一种信仰。依靠这种信仰的力量，还离我们要承办一番大的事业，就是要了脱生死。因为这两天一直都在传讲，像有些初次对佛法不了解的人总认为，我进入佛门的目的就是由于在世间当中烦恼沉重，因此临时消极烦恼这是我最大的追求。乃至有些像我先前在家的时候，由于心并不是那么开心，所以我先前进入佛门乃至跟随了很多善友一起行持善法，觉得非常开心等等。但这些在行持这种善法的时候可能有些功德，但要记住的是，我们说行持善法绝不是一种呢
学习而是为了承办解脱的，绝不能把这种大用变成小用的。指的是什么呢？本身佛法可以令我们从今生临终未来当中获得解脱的，但是不懂这个理取者，把佛法当作是一种今生学的一些做人的道理啦，要不是临时就有一些烦恼的时候该怎么消尽，暂时怎么压制烦恼啦等等，这些都变成一种很大的用处，变成一种小用。比如说一个汽车，只要有技术者的，他可以开着汽车并且可以拉着很多东西走，但是不懂的一个人手中，他可能还认为有四个轮子应该是马乃至牛拖着行走的一个车的，但若要是这么走的话，汽车本身就笨重，这一点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因此当今我们说行持三法的目的，就要知道这些道理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莲花生大师曰，今生的时间越长也是稍许个月，也就是说即便临时能压制自己的烦恼，乃至能承办一些时间的财富，但还是享受的时间也是稍许个月。未来的时间是无量的，因此在无量未来的时间当中不遭受任何痛苦，这才是我们今生信仰佛教承办一切善事的最终目的。因此先前在行持善法乃至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智慧应该要广阔一些的，绝不能变成一种狭隘。若这种狭隘的智慧，就会导致成立我们今生即便行持善法，不管你求学的法是远道因法相成、近道金刚成或接近知道光明大圆满，都无济于事的，只能承办时间的事业，绝不能变成这样。因为刚刚已经说过，甚至有时候觉得呢，无法把自己的内心完全转变成如同刚刚所讲解的这样境界之上，那就要多阅读一些历代传承祖师的传记。历代传承祖师的传记包括藏汉历代高僧大德、汉传佛教历代高僧大德，如同净土历代高僧大德、禅宗历代高僧大德等等，即藏传佛教五大门派历代高僧大德是怎样行持善法的，行持善法最终能得到什么样的功德等等，应该要多方面去观待一些。因为我们初次开始进入佛门，我们的智慧是很有限制的，因此仅仅依靠这种限制的力量去承办一番事业，但得到的呢结果可能也是有限制性的结果。因此我们把后面的结果转变成无限之功德，那就要多阅读一些历代传承祖师的传记乃至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为妙。这次我们传讲千行必往路的目的也就在于此上。当今在讲解共同外前行乃至不共同内前行期间，一直都在传讲如何调伏自己内心的方便。因为为什么要调伏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们要承担一番大的事业，面对今生、面对临终、面对未来，要活得自在。要承办这番事业，那必须遵照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育，尤其还要阅读一下历代传承祖师是怎样活到自在的。那我们现在与历代传承祖师不同的地方又在何处，相同的地方又在何处，这样一来才会对此法升起信心乃至更精进的。比如历代传承祖师凡是所有一切众生都具备有如来藏三身无二之佛性，这一点历代传承祖师与我们没有丝毫之区别，因为我们都是有情众生的。那历代高僧大德根据殊胜的因缘而遇到善知识，并且闻到各式各样的教法，尤其是一切乘法之顶点、诸法之精华、无上巧绝大圆满。当前我们也已经遇到众多高僧大德，如我等大恩根本上师、喇嘛仁波切与法王如意宝这样的高僧大德，并且在这些高僧大德足下已经听闻了很多很多教言，尤其教言之王、诸法之顶点及诸法之精华、无上巧绝大圆满的，像这些人的法都已经听到。历代高僧大德由于具备这些缘起，如实行持三法而最终证悟到
祖父菩萨的命，先前我等作为后代弟子，前面的缘起一样具备，能否像历代高僧达得一般，完全取决先前我们能否精进修法，如同历代传承祖师一般的。若是，那解脱即在眼前的。若要是不这样行持的话，那可能我们先前虽然在修法的行列之中，那最终跌倒的结论可不是自在的。即便您是依靠佛法的力量可以压制一些粗大之烦恼，您也不会有很多很多空虚乃至一些呢不开心的一些现象。但是光凭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明天即为我们今生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那从明天开始，今天所谓的一切都已经起不了切实之作用。面对明天，无始以来至今所承办的习气，在因缘和合的时候，仍旧会产生烦恼乃至各式各样的痛苦。所以当前我们行持这种善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脱生死。因此要记住刚刚所传讲的这些道理，非常非常重要。好的，那下面呢，我们继续开始讲解皈依。昨天已经讲过皈依的重要性。皈依的分类包括三十道里呢三种皈依：下士道、中士道和上士道。我们在上面讲解处理心和法身的时候都已经讲述过了。其中下士道的依老是为了自己从三恶趣中得到解脱，获得人天三趣果位而皈依的。好，其中下士道的依老的是从三恶趣之中获得解脱，解脱了呢获得什么样的境界？人天三趣果位而皈依的。比如说当今我们对三宝升起信心的时候，时时要反观自己的内心，我先前对三宝升起信心是依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之中而做的皈依？若为消失到仅仅呢畏惧三恶趣之痛苦而追求人天福报，那么即便如是行持，最终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但非成为解脱之因。但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解处理心和法心之中也讲得非常细致。那小师道的时间是皈依的时间是暂时，是有生之年，究竟在没有获得人天果报之前而皈依三宝。那皈依三宝的对境是呢，福宝只要是一个福的形象即可以到，这就叫福的舍身。好，要记住当前我们初次开始进入佛门的时候，人人的心目当中的印象乃至对三宝的理解可能站在下士道的立场之中都有可能性，但这是很正常的。但仅仅停顿在这个呢皈依之上，说明我们对承办诸佛菩萨的密三宝就究竟三宝之功德还是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像这种皈依呢差别必须要了解一些的。刚刚我们讲解的是下士道，他说皈依的对境是福宝的身舍的，就像有个佛的形象即可的。好，若皈依的法正法是一个法海，就是我们当场所看得见的显宗和密宗的书籍的，或僧众，僧众不需要是僧者，只要是具戒的凡夫僧众即可的。小师道所皈依的对境是这样的，因为由于小师道法心来自他的智慧是很有限制的，所以从理解的角度当中仍旧站在这么一个范畴之中。先前会观待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先前所皈依的对境是树立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的？若仅仅如同以上所传讲的小师道一般的话，那还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乃至还需要从事很多善法来承办更究竟三宝之境界。其中皈依无需十分的清楚的理由，就是只要对三宝升起信心的时候即可。因为初次开始进入皈依的时候，大部分做皈依的对境不就是这样的吗？这就叫初步阶段的。但先前我们可不能仅仅站在初步阶段之上，因为这个皈依还并不实相。这样的小师道
有内和外两种，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内教的是要师道将三宝作为归主，上面所讲解的福宝啊，所有一切啊，福的舍身法宝，所有的一切精悍，好的身宝就是所有一切具足的呢身种啊，当作为所依止的呢啊依处，外教的呢消失的者把三宝作为归处，因为即便他们有自己所受持的戒律，但是所依止的对境并不是护法身三宝，因此追求的目标乃至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这就是刚刚所说的消失道。因为但还有这里天需要了解的是，消失道当中呢内外两种区别，就是说外道教他也追求人天福报的这样呢修行者也是具有的，但是在心智戒律的时候，他所执守的并不是三宝，好，执守的是自己的什么大自在天呐、等等等等，总之所皈依的对境不是三宝，所以称之为内外之区别。但要注意到的是，至于所追求的目标乃至时间之上与外道教还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最称之为小师道。第二是中师道，是指身为圆觉，他们的皈依需要了知理由，皈依的意乐是人识到三界六道为痛苦之自性。前两天在讲解六道轮回的过程当中已经讲述过，即便是三善道也具备有三根本之苦的，所以认识到三界六趣为痛苦之自性，希求自我解脱的心态是为了呢独自承办涅槃之果位，这是身为圆觉所追求的目标。那皈依的时间是暂时，是有生之年，究竟是在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位之前。皈依的对境要知道狭识道和中识道之区别就在此上，我们应该逐渐开始趋向于更圆满之三宝才对的。好，中识道所追求的就是说皈依的对境是福法身三宝，或上面小识道所执守的三宝完全相似，但是从三宝的认识之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只承认佛陀也是身为圆觉的阿罗汉的，因为小乘当中并没有讲解佛这个词，因为即便是佛他们就把当作阿罗汉就是佛的，因此把佛陀也是身为圆觉阿罗汉果位者为佛，而不承认的佛陀是端正究竟不着二边的涅槃的。因为在中识道当中所追求的是独自获得涅槃之果位，像这种接近涅槃并不把当作是一种过失，而当作是追求之终极目标的，因此要记住这一点。他们认为佛陀的辩智智慧和相好功德庄严为什么与阿罗汉不同呢？因为在小乘之中也具备阿罗汉功德之是比比皆是的，但为什么说佛陀所有的一切功德来自外面的相好与一般的阿罗汉不同呢？好，小乘认为这是呢相好功德庄严超胜身为圆觉，是来源于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积累资粮或诞生于专轮王中行的力量，是佛陀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积累而中资粮，乃至呢后面转生到了呢这个王的力量，而今生具备与一般罗汉不同的一些功德。但实际当中小乘认为佛陀也是阿罗汉之果位的。佛陀的身体并不是呢皈依的对境，但是小乘认为若皈依的对境所谓的佛陀并不仅仅讲佛陀的舍身，要记住啊，为什么不皈依的呢佛陀的舍身呢？因为他是一属蕴苦的不净的自性，因为他是比如说父亲金方王或母亲摩耶夫人的种子所生，他还是就像一般的人一样需要靠父母烘焙菩提而形成的一个不净之身。所以我小乘认为在皈依的过程当中所皈依对境的佛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舍身，
而是呢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这个灭顶。好，下面讲的为此要皈依佛陀的智慧灭顶，因为佛陀本具有的智慧才是永恒不变的。是小乘认为外面的这个色身是一个不净能，不净的一种呢形象而形成的一种这种这样的现象，所以它并不是说皈依的对境。那宗师道认为这上面是佛的法宝，是呢小乘的三藏和三学。好，在三学当中，正法和教法之中的正法灭谛，到底和灭谛之中的灭谛才是皈依的对境。从法的角度当中，实谛当中的灭谛才是最究竟的呢法义。所以说皈依的法宝即是灭谛。所谓的大乘并不存在，佛陀也没有宣说过，甚至像小乘人以上的这些祖师亲近过释迦牟尼佛多少多少年，说是呢并没有听说过佛陀讲过什么大乘之法，所以小乘认为是不具备大乘的。以前不是很多人到泰国其他的一些小乘佛法当中，小乘很多很多佛法都不会拿来承认有大乘佛法，更不会承认有金刚法金刚乘的。为什么呢？小乘认为当时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小乘的所有的一切罗汉亲近过释迦牟尼佛多少年，但是并没有传授过大乘和金刚乘法，所以传讲的就是小乘。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呈现不同形象的时候，小乘的这些呢修行之者可见不到释迦牟尼这样的形象，所以只是站在自己片面之上而树立之外。但这一点我想在其他教派当中也讲得非常细致。所谓的僧种是有凡夫僧种和圣者僧种两种的。好，圣者僧种指的是阿罗汉呢的果位当中所讲解和小乘果报当中的四种果报的前三者的，就是欲留依赖或不赖的神僧，称之为这就是神僧的圣者的僧种。他们的身体是依属于苦的不净的自性的，这即便是僧种也不归于他们的舍身的，而归于什么？因此需要归于他们的智慧灭顶，或上面归于福宝下生。但是与后面的僧众不同的区别是，他们还没有完全证悟到罗汉的，因为阿罗汉才是他们的佛陀。因此在皈依三宝当中，僧宝如同以上所传讲的这三种甚至僧众而做皈依。佛陀是阿罗汉，所以本师就是佛宝。宗师道声闻和缘觉在皈依三宝之上，就是如是一至三宝。关于小乘的皈依方法，也就是上面所传讲的宗师道皈依方法，正如下文所说的呢，以佛为本师，法为道，身为主本之方式做皈依。我们平常也是这么皈依，但是对佛法僧三宝的认识应该有着很大的区别才对的。小师道也是皈依三宝，中师道也皈依三宝，上师道也皈依三宝。一至三宝虽然相同，但是对三宝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当今我们这座的弟子都称之为大乘佛门的修学之者，那么对三宝的认识必须站在上师道的立场之中，要认识到的呢三宝之功德。大师道以及上师道皈依的意了，不是为了自我利益的，不仅仅是为了自私的，而是为了令他获得福果，也就是加行法行殊胜。皈依的时间就是从今天乃至没有证悟到菩提果之间，也就佛之前而皈依三宝。为什么说佛之后就不需要皈依三宝呢？下面也要说，如果有人想获得呢菩提之时，还需要皈依三宝吗？就是证悟到佛果的时候，需不需要皈依三宝？为什么说大乘的时间就树立在从今天来至成佛间呢？到那个时候
本身也就是佛已经具备了实力和实自在，因为像实力呢，但这些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其他法当中，像知处非处之理啊，知道十二处乃至十二处之自性，也知道各式各样的依报之力等等的，有十种力量乃至十自在啊，凡夫常像这种十种，凡夫常有会得到损失的，但是佛已经达到自在，比如说像命自在，因为像凡夫命是无常的，损失都会消失，但是佛和菩萨已经达到自在。凡夫的心呢，永远是间断变化性的，但佛与菩萨的心是自在的，因此如是般是自在。但这个我今天呢，光从词句上面讲解一些，也起不了切实之作用，所以大体当中我们平常可以去看看其他的书本就能知道。从中的角度来说，诸佛已经具备一切功德乃至一切自在的缘故，因此自身远离了一切畏惧，因为一切畏惧来源于喜怒和烦恼。由于佛的境界当中以消极业绩烦恼乃至一切喜怒的缘故，所以称之为什么叫远离一切畏惧，要记住的。当我们先前具备畏惧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内心世界当中仍旧被烦恼业绩烦恼束缚。当业绩烦恼消尽的时候，内心已获得自在，就不会稍许有畏惧的。先举个例子，佛与圣者之区别在何处呢？把虚幻当作真实者为凡夫，把虚幻认识到虚幻者为圣者。比如晚上做梦的时候，梦中所呈现的一切景象本来是虚幻的，这一点醒来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但是在面对梦境之时，凡夫就不知道虚幻为虚幻，所以把虚幻当作真实，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畏惧乃至不必要的一些痛苦，这些都是由于把虚幻当作真实而形成的一种后果，这就叫凡夫境界与庸俗通道。那先前翻观一下我们的内心，我们先前是否称之为圣者还是凡夫？当我们进入梦境的时候，是梦牵着我们行走，还是我们可以自在梦？若被梦牵着行走者，那只能说还是凡夫境界，因为你已经把虚幻当作真实了。若要是能在梦境当中把虚幻认识到虚幻者，他即为圣者，当时即便有一千个人拿着刀枪往你身上刺来，你也不会动一根汗毛，因为你已经知道虚幻即为虚幻，这就是圣者的境界。为什么天天都在说我们见解的见量从梦境当中观待绝不会有错的？当我们的禅定逐渐增长的时候，梦境会越来越获得自在。先前翻观自己的内心，看看平常我们的禅定说是如实增长，就是日益增长，那再看看晚上做梦的时候，师父也像往昔一般闭梦牵着行走，不管是有梦还是无梦。若是，那只能说明我们先前的禅定还并不了义，还并不圆满，应该更加精进修法才对。若要是能达到自在的话，那西方极乐世界乃至解脱近在眼前，所以即便先前不做精进，那功德一样会增上，因为你已经达到佛的境界。因此从这个部位当中就可以观待自己的见解先前站在哪一个立场之上，这个呢，谁都不会欺骗，自己谁都不会欺骗的，那是自己的。因为当昨晚上做梦的时候，你能否获得自在，这就不需要问谁，问问自己即知的。即便以前心智多少年的善法，但有没有功德观待一下自己的梦境即知的？当然，有些说往昔他做梦的时候，梦中所呈现的一切都是噩梦，但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一些善梦，说这是一件好事吗？当然是好事的。在讲解刘宗英教授当中的梦中英的时候，不是讲过吗？下品会呈现善梦，中品断绝乃至改变梦境，转变梦境，上品能达到梦光明之境界的。
那就是说，当我们开始进入梦境了，以前的很多噩梦都开始转向于善梦的时候，那就是下品之境界，说明你的见解正在增长的。若是在梦中能认识到梦，并且可以转化这个梦境，那称之为中品阶段。若能时时都在梦光明境界当中，当然是上品。所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当中，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先前的智慧，也是很有必要性的。刚刚已经说过，根据当时所具有的为具来讲解当前所具备的见解怎么样。当然我们先前在观察什么叫做佛的，佛是从一切为具当中远离，并且具备救度他者之力量，因为自己本身从一切畏惧乃至痛苦当中消极的缘故，所以他才具备有能力救度正在受痛苦的众生。就像我们平常举个例子，你从一个先帝当中已经脱离，那你就有能力去救度正在呢受这种痛苦的众生，因为你已经从这个地方已经脱离。所以我们现在在寻找自己佛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当中去寻找。所以在皈依当中不是说过，皈依佛不仅仅是见鬼神，原因就在此上。当前很多人都认为世间的鬼神也有着一定的智慧，神通于身边，为什么我们不能皈依于他呢？因为世间鬼神仍旧站在有限制的智慧乃至有限制的神通与身边当中的，即便他的智慧神通身边与我们有所区别，但终究他仍旧在轮回的烦躁之中。比如在一个瓶里头，我们放一个丸子，不管它怎么摇动，在上方还是在下面，终究在瓶子内之中，怎么也超出不了这个瓶子外。那也就是说，不管世间的鬼神先前具有的智慧神通身边与我们有多么大的不同，但仍旧在轮回的烦躁之中，所以他本身没有从轮回之中获得解脱，因此并不是我们所皈依的对境。如是理解为妙。具备救度他者之力量，所以称呼是不需要再做皈依的原因就在此上，因为自己本具有圆满之皈三宝。皈依的对境是具备四生五智之福，具备四种智慧和五智慧之福，还是讲解心的本性已获得圆满之为福。当然从四种智慧四生和五种智慧的角度当中，站在初时间自心本性当中而印证的见解，但现在即便讲解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先从上面所传讲获得端正一切功德当中去大概理解什么为佛。只要具备获端正一切功德的时候，四生乃至五种智慧同时圆满在端正一切功德当中。因为我们平常在印证称受口诀法见解的时候，不是分为一生印证、二生印证、三生印证、十生印证、五生印证、六生印证等等吗？名字虽然有着不同的区别，含义还是印证心的本性般若波罗蜜。他从不同的角度当中做的印证，在互换上师本论当中，不管是三身还是呢十五两心或四种观点十色识乃至呢五道师第三十七菩提分法，都站在不同的角度当中印证一个见解。如我等历代传承祖师乃至师圣传讲密法第一祖师为仁增伽罗多杰的，而传授给他的弟子呢文殊友就是讲法先生传讲的三句经要，印证见解、断定自觉和解脱自性。虽然有时候我们分为三个立场去印证见解，但实际当中只是站在三个不同的立场之中，并不意味着有三个见解可印证。什么印证见解有个见解，断定自觉又有个见解，解脱自性又有个见解，当然不是站在一个见解不同的角度当中印证。以上我们在传讲不同教言当中也说过，先修行果分为不同的人之分，就是为了让下一代弟子
更好地认识到这些方便道。但是站在最疗愈基础当中，虽然分手，但实际当中即为一体啊。这么去理解去走的，那这样一来，刚刚所传讲的，不管是四生还是五种智慧，都属于在刚刚所讲解的端正一切功德当中。因为这两天一直都在讲解端正，这样更加理解一些。要不每天都换个词句，今天印证四生，明天印证五种智慧，又有时候讲解了二种智慧，所有智慧经所有，有时候印证三生，有时候印证四生，有时候从六种般若蜜的角度当中印证六生等等，这样一来总觉得非常乱的，好像这个呢又是三个，这个又是四个。但今天我们还是站在端正一切功德当中，把四生及五种智慧都圆融到这么一个法当中去理解。前两天说过，说断理法是什么？居生无明或边际无明。说真悟道的见解是本体清净和自性清净，但要记住，本体清净和自性清净还要分为了义和不了义两种。我们说印证佛的境界，当然是最了义之本体清净和自性清净，它才能圆满断绝居生无明或边际无明。不要仅仅站在修道上面的本体清净和自性清净之上，相是断绝两种无明而树立佛的境界，那只是不了义的。好嘞，达成教法，这一上是佛的功德，就是说去四生的无知人来称之为佛。达成教法和正法以及一地之十地和末地之间的诸地菩萨人为僧众。达成当中所依止的佛，如同上面所讲解的获得端正一切功德来佛，与小中士道身为圆觉所依止的佛不同的区别就在此上。所依止的法不同的区别在何处呢？小乘依止的法宝当然是站在小乘的立场之中，即便是实地后面所讲解的灭地也是站在小乘的立场之上。大乘所依止的实地之法，即便是灭地，与小乘之见解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依止的法即为大乘之实地。好的，那即便是僧众，小乘所依止的僧众分为凡夫僧众和圣者僧众。但是先前我们这里头所讲解的这个僧众，是讲解的是菩萨从一地到十地末地之前的，好圆满之后是佛的境界。从一地以上，为什么一地以上称之为菩萨？一地称之为大觉第一入定之境界的。由于具备当时坚固的禅定原因，所以一断绝烦恼障，从此再不会往下堕落，即便不做精进，见解也会日益增上，因此称之为大觉第一入定境界。所以大乘所依止的三宝之中，为什么把三宝树立在一地之呢？十地末地之间，原因就在此上。要记住这些特点呢，因为一地菩萨已经获得大觉第一入定之境，再也不会有堕落。我们以前从中国的角度当中不是讲过吗？小乘不是叫小乘，叫自量道。自量道呢有堕落也有烦恼，加行道没有堕落也没，但有烦恼但没有堕落。见道就是登地菩萨，既没有烦恼，这个烦恼这里是烦恼障，不是这里是说之障的。好，既没有烦恼又不会有堕落，所以称之为大觉第一入定之境界。在大乘皈依当中，把这样的菩萨当作自己所依止的对境，原因就在此上。因为他已圆满，虽然他的圆满并没有达到福报般圆满，但总的来说不久的将来即为福报，所以肯作为自己所依赖的对境。要记住啊，小士道和中士道和大士道之皈依对境必须要分开去走，要不先前我们作为大士道之皈依，但是说皈依的对境呢，仍旧站在小士道的范围之上，那太不圆满了。这两天一直都在传讲，我的答案根本上是南无仁波切曰：初次修法修行并不重要，先要知道该怎么修行。即便就是受个三皈依居士戒，也要知道说皈依的对境，小士道、中士道、大士子之内。里面的类别三者之区分必须要通达，
要不光说我现在恢复法身，那站在哪一个等次之上呢？若不知道这些，对我们今生成办解脱也形成一种障碍啊。好，共同外归是这三宝，不共同的一个有二，共同外归初次我们开始进入佛门的时候，以共同外归而进入佛门的。那先前好，今天我这么讲解，明天可说不定新来的一些居士，前两天我一直都在向南考下的考试，但是至今就因为我已经写下了很多很多考试题，有时候还是想师父需要在课堂之前先让几个居士起来讲讲，后面又想现在是这样吧这样，但是有天说不定直接会讲你们起来回答他，这个也有可能性。但需要知道的是，今天所传讲的这三种皈依对境，说不定刚上来的一个居士明天讲你起来说说也有可能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当今修学这样的教法并不是呢仅仅是一个知识的，而是为了依靠它来承办了脱生死。先前若不知道的话，刚刚已经说过，即便作为大乘佛法的皈依弟子，但是对皈依的能对境理解仍旧站在小师道和中师道立场之上，怎么能承办大乘之果位呢？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好，明天说不定刚来的一位居士和出家人，请你起来一下，小师道、中师道、大师道三者对皈依的能对境不同的区别在何处？小师道的三宝主要依赖于什么样的一个境之上？中师道和上师道三者不同的区分在何处？说不定明天讲的起来大大，意思就是说回去还是多看看戏。当今我们到高原地方求学佛法，目的就是为了以后在心智一切善法当中，先前是大乘佛门的弟子，时时都在这大乘的立场之中承办解脱。要不我先前在大乘之中平常的渐修行果仍旧堕落在小乘之中，乃至刚刚所说的小师道之上，那能承办大乘之果位是不可能的。所以即便是对皈依的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嘞，等两天我们这座的出家人，先前我们自己需要了解，因为我们在心智善法当中必须站在刚刚所传讲的这些立场之上来承办究竟果实的。即便以后作为很多众生的护主，当时我们为他们传讲皈依的时候，可不能说你是大乘佛门的弟子，但平常说皈依的人就站在小师道和中师道立场之上，那完全失去了真正大师道的特点乃至他的利益。所以你这种传讲可能对众生没有起利益，反而形成极大的障碍啊，必须得通达。好，刚刚以上所传讲的是就叫做共同外归，是这三宝共同外归。平常我们从外的角度当中初次开始进入佛门知识，就要从这个角度当中去理解。那不共同的给予之力是什么呢？当前我们都在修学生缘次第乃至无上巧觉大圆满，都不是在说吗？说我平常在修本尊，好，如同生僻次第般的；我平常在调顺七昧明点，如同圆满次第般的；我先前在修自顿与顿超，如同修学无上巧觉大圆满般的。好的，那这就叫做呢内皈依。升起次第当中，我们是否也在皈依三宝的？当然在皈依三宝。圆满次第调伏七昧明点的时候，也是否在皈依三宝？也在皈依三宝。密宗在心智之端与顿超当中，是否也在皈依三宝？也在皈依三宝。也就是说，我们平常从事的一切善法，从小乘乃至无上巧觉大圆，都没有离开过三宝的范畴。那么对三宝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要仅仅站在一种之上的。好的，从内的角度当中来说啊，不空内归当中获得了一切加持之根本为上师的。但先要知道什么叫做加持呢？就如同我们平常所理解般的，一位导师把一本经书放在你的头上念几个发愿偈的，就叫加持吗？要不一位导师给你一些加持品，就叫做得到加持吗？
要不平常见到一位道士，身心当中有一种感觉就叫加持吗？好的，即便叫为加持，这些都叫做密眼加持，是暂时树立的一种加持，这种加持并不了义的。所谓的加持是什么呢？依靠导师的这个加持资源，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烦恼逐渐减少，信心和慈悲心日益增长，为加持。那好，从我们初次开始进入佛门乃至今天，我们也一直个各式各样的加持资源，那么当今在内心世界当中跌倒的加持是上品还是中品还是下品，还是没有跌倒加持，就要翻观自己的内心机制了。当前我们一直根本丧失的目的在何处呢？就是为了获得加持。那先前很多人都说我已经得到一些加持，什么叫做加持呢？这位导师非常贤圣，非常慈悲，因此我天天觉得这位导师很好，这个加持力很大。很多很多人的加持都树立在一种感觉之上，感觉即为加持的话，那从今天早上乃至晚上睡觉之前一天能感受各式各样的事啊，在身心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感觉，难道这些都叫做加持吗？所谓的加持要记住，是烦恼逐渐减少，业绩烦恼越来越减少，信心和慈悲心如日益增长。但这种加持分为三个阶段，上品、中品和下品。烦恼消减，功德增长呢，获得很大，称之为大加持，中等为中加持，下等为下加持。那内心没有稍许之调伏，只仅仅讲解一种感觉的话，与初时间刚刚所讲解烦恼减少、信心增长没有丝毫之牵连，那我们只能叫做没有获得加持。所以以后在心智这样加持过程当中，应该要实在一些的，实践一些的，不要树立的太虚伪的。好，获得加持之根本为上师的，获得一切洗涤呢之根本为本尊的。我们行持一切本尊，也就是修学一切本尊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洗涤。洗涤就是成就的一种名词，叫洗涤。那这种成就分为共同成就和不共同成就两种，共同洗涤和不共同洗涤。共同洗涤，身心从先前开始修法，逐渐达到自在。当然它是不了义之境界，我们总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共同之洗涤。圆满获得心的本性般若波罗蜜的时候，称之为不共同之洗涤。因此依止本尊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这两种洗涤。洗涤之根本为本尊的，事业的根本为空性，心之一切事业。好，这里头所传讲的时间和出时间，所有的一切事业之根本为空性。所以作为密宗的弟子，平常我们在行持自己善法的时候，人人念诵的功课当中都有修持上师、修持本尊、修持空性护法，都有三根本修学也可以称之为内道教的一种修法吧。因为我们可以从念诵的角度当中可以知道，作为密宗的弟子，可以平常他的念诵当中就具备三根本之修法。因为从外在当中他是一个修学密宗的弟子，尤其是殊胜方便金刚乘的规境，是出所的脉，好，上面讲解升级之地圆满之地当中脉，或东亚的方，或专业的菩提心。奇门明殿平常很多人树立在身体的呢，好，这么一个外表之上。什么叫做脉呢？身上所有的一切脉轮为脉的，里面飘动的一切为风，叫气，也叫做风。就像道家不是有很多呢转这种用风的力量来飘动这种明点的一些方法的，好，这就叫做飘动的力量，就是那时候里面飘的这种就叫做风。什么叫做明点呢？说里面有一个圆形多么大的一个明点在里面飘动着，像这种明点越来越达到呢，实践的时候就能达到什么样的自在等等。但要记住，在修学圆满持的奇门明点当中，不仅仅树立在身体之上的奇门明点之上，
而所谓的这个脉是指的是什么呢？趋向于智慧的通道为脉，因为我们先前仍旧站在轮回的范畴之中，所以它必然是一个心理脉。心脉是怎么体现一切烦恼之通道为脉？那我们先前行持一切善法的目的，乃至修学一切奇门名典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心识转变成智慧，这个通道为脉。它不是一个实体性的、诚实性的一种的，像身上的这个脉管的，当然里面流的是血，不是飘动的气啊。那你所谓的这个脉又在哪个是脉呢？好的，不要这么说的。但是它与身体是否有直接关联，当然有的。因此，为什么历代传承祖师在调伏内心的时候，身体就会变成红光？原因就在此上，它当然是连贯性的。来自先前很多居士们说，我先前虽然不是修学的法师，升级之地和圆满之地，但是在调伏内心的时候，身体上也有不同的感受，有时候是好的感觉，有时候是坏的感觉。这又是什么原因？我平常并没有修奇门名典，是的。因为身心本来是连贯性的，你在调伏内心的同时，身体的脉轮也在打开，所以呈现不同的感觉是非常正常。但是密宗不着重于身上的执着，所以一直都传教不要去执着，还是遵照调心的方式去行持，这就是无上教给他圆满的修学方法。好，这就叫做脉。那飘动一切，站在世俗的立场之中，飘动一切思绪，就是飘动一切事而形成一切烦恼的这个力量，就叫做风，也叫做气的。好，先前我们行持一切善法，让这种，就断绝这种呢心识，让智慧逐渐逐渐变成最了义的这种飘动力量，就叫做气的。它不是什么身上飘动呼吸出来的这个气，叫气。明点站在世俗的立场之中为实的，阿赖耶识的这个实的，站在适应立场之中称之为智慧，它就叫也叫做菩提心的。好，生意的立场之中，这个明点就不叫做明点，就叫菩提心，也叫做智慧。站在世俗的立场之中，清明明点的明点叫什么？叫心识的识的，也可以叫做明点，也叫做识的。所以两者必须得分开，这样分开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当我们先前心知一切善法当中，也在调伏清明明点，不需要完全专注于清明明点之上去调伏的。刚刚已经说过，究竟无情实相金刚乘的归经是在，无垢光尊者的弟子智慧光尊者所著述的《应体派的千行于归》当中呢，来曰：真实善是三宝三根本，其门明点自性菩提心，体性自性大悲贪嗔中乃至菩提果间永归一。还是讲解了奇门明点所本具有的本体自性和大悲周边而作归依的法，或是法宝或僧呢？不是，它不是究竟的归依，而是暂时的归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法或僧是承办福报的一种方便的，所以它并不是究竟的归依。究竟唯一的归依就是三宝福法僧三宝的总集，独一无二的福报，就是我们天天所印证获得端正一切功德来福的境界，才是我们所究竟为归的对境。弥勒菩萨在《宝心论》之中曰：断故其火故，无故无为故，而法即生种。它并不是永远归于的对境。好，前面的这些呢，后面作为解释的。教法需要证悟其密，因为我们平常所行持的一切教法就是要证悟它的教义。因为在原原本本了悟它的意义的时候，此句也就呢无有必要，因为前面的这些词句都是为了证悟到它的教义而说的。王希米拉日巴说，当他已经证悟到究竟果实的时候，平常他所写出来的一切虽然从词句上面有些就是说有不同的地方也有可能是的，
但是他的教义永远不会有违背性的，就是说他证悟到的见解就是真实，因为这个词句只是依靠他作为方便道。当我们完全证悟到他的教义的时候，前面的这个词句只是依靠他的方便之工具而已，因此他并不是所归的究竟唯一之归境的。好的，讲义啊，刚刚说过，因为在原原本本了义的时候，此句也就无有必要，就像已经渡过了河，就不再需要船只一样，这就叫做断故，上面所说的断。好，为什么说这个法表面当中的此句并不是我们说究竟皈依的对境，原因就在此上，它只是一个方便道而已。好，正法在获得上圣道的时候，越来越上啊，越来越靠近究竟果实的时候，前面的道是所说的无常法，前面比如说获得质量道，再获得加行道的时候，前面它是一个无常道，前面已经转变成后面的这个，但是虽然从密宗的角度当中不需要完全排斥，但总的来说它仍旧是一个无常法的。好，这就叫做起火的，因为前面这些并不了义的缘故而称之为起火的。好，无故呢，上面指的是指的是声闻或缘觉圣者不具备菩萨圣者的功德，圣者菩萨不具备呢佛陀的功德，所有凡夫菩萨仍然怀着恶趣的畏惧的，故而不能呢永久，不能作为永久的归境。就是凡夫菩萨内心还没有完全转变成智慧前，仍旧具有一定的恐惧的，所以他这种恐惧并不能作为我们说究竟皈依的对境。究竟的皈依处呢，只有佛陀，他是三宝的本体，佛法身三宝的本体。如云，能忍就是如来法身故，身也必究竟。因为我们说皈依的唯一对境就是佛宝，其中的能忍是指的是本师佛宝，和法身是指真法身以及假法身两种。与佛心相续功德的法，不可分隔者，即是深种。燕占伯等人呢，一部讲论当中说，远离婆利心福宝，就是说，当我们行持禅定的时候，已经远离了一切，破掉一切烦恼，树立一种对治理的一切法，已达到平等的时候，这种心就叫做福宝。好，这是往内做皈依的，不是往外的。从禅定的角度当中说的，当今我们行持三摩地的弟子们都必须要认识到这个三宝，因为它才是最究竟的三宝。前面所做的一切外皈依三宝，都是依靠这个方便道而成的。刚刚所讲解的究竟三宝，那究竟三宝如同燕占伯的所传讲般的，远离婆利心福宝，只受见解当中已消尽一切喜轮之法，没有一个破除的业绩烦恼，也不需要再立一个对治理法，对治法它本来就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平常口中所说的口头禅一般，烦恼即为菩提，当认识到烦恼的自性当中它即为菩提，至少已经远离了婆利，这种的心性就叫做福宝，要记住啊。好，无尘不变为法宝，在这种境界当中没有稍许之尘埃，就是没有稍许之障碍，它也是一种不变之境界，因此称之为叫法宝。从时间的角度当中，已超越过去限制、未来三十之限制，在第四十大平等状态之中，称之为不变，也称之为无为法，就叫做法宝。好，这个法树立在无为法中，不是有为法的。好，无为法之为法宝，在这种境界当中，圆满功德乃深种。所谓的圆满，当然具备有很多很多功德，尤其所传讲的就是行心、出离心和慈悲心等所有一切功德，如是圆满为深宝。所以我们天天在印证见解的时候，不单纯讲解禅定，还要讲解功德，原因就在之上。因为禅定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它并不是单调的。当今为什么很多行持三摩地者
单纯站在禅定的立场之上，而不讲解其他的一些功德呢？这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种修法并不了义，因为并不是一种全面性的，而有些单调。所以刚刚所讲解的这三宝座功德是站在累根也好，般若波罗蜜心本心的立场之中而应证见解，一切皆为神自性。在这种自性当中，本来就具备有三宝之功德，如是做归者，这就是最了义的三宝。实际上究竟的呢归处只是唯一的佛陀的，刚刚已经说过，关于三根本和七门明点在下文之中呢也有讲述的。这里讲的呢本体自性和大悲周边是大圆满的归境的啊。本体自性大悲周边指的是什么呢？在自受见解当中，当时说不出来的空性为本体空性，而这时候也不是一种单调的空性，它还能明了一切为自性明了。好，两者分不开的状态当中为大悲周边之力。好，这就是大圆满之归境。但这个归境当然没有一个所归的对境或能归之者，本来就是一如的。即使好的智慧尊和实验，从生源次第的名词来属于它，绝没有一个实验者和智慧者之区别，它本来就是平等一如的。我等答案根本上是喇嘛仁波切的上述瑜伽道修之中不是有呢无有实之尊的儿子呢，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好，今天在传讲这些禅定的时候，我想可能刚来的弟子们都觉得，天哪，这叫什么三宝的？有时候好像是三宝前面的小师道、三宝和日道，就是一个佛陀的舍身啊，金角的法喊的啊，这个了，还有一个所有的一切僧众，这我知道，以前我就是这样归，但怎么又变成小师道的呢？中师道归的时候，他就要来了。具备有很多理由的哦，这时候的护法僧三宝可不像我往昔所想的一般，还高于一层。但是以讲到大乘的外归的时候，那更为复杂。是的，是需要我们去理解一下。尤其在讲解雷根语的时候，天哪，什么呢？升起之地当中还是怎么归圆满之地奇门明点无上教觉大圆满本体自性大悲周边，天哪，名字都没听说，那到底在讲什么？可能有这样一些过程，但慢慢来，慢慢来。但要记住，常在雅清寺居留的弟子们可不能这样的，必须要知道外归和内归之别，不要仅仅站在往昔我们对归的理解之上，仅仅站在小师道立场之上，绝不能这样。这就说我们平常心知一切善法都没有离开过归，应该做到这一点。前两天我跟你们说过，这次讲解前行必忘路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从初次开始进入佛门乃至究竟果实之间，都要知道整个这个圆满次第的。尤其在讲解归的时候，平常心知一切善法都没有离开过归。当然前面所做的归像外归，它有一个所归的对境和能归之者，但内归境当中它就没有这两者的。但即便没有这两者，但是对归的认识必须要更加清明才对的，绝不能来像以前一般大概知道一些归即可的，这是远远不够的。常在这边居住，当然刚来的弟子们我们也要培养成逐渐开始认识到这样的境，不仅仅认识，还要有这样的境界才对的。好的，所以是奇门明点能应是自性菩提心光明智慧的。如果呢归于一种，即是显宗里所说的如来藏密宗讲的自然智慧为明点，就是讲解这个禅定。因为呢我刚才已经说过，在印证见解当中有很多印证之方便，一生印证、二生印证、三生、四生、五生、六生等等的。那今天站在三宝的立场之中，从三个角度当中印证见解，若要是归于一体当中，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归境呢？就是三宝之归境，当然是心性。显宗所讲解的如来藏，密宗所传讲的遍知双运之境界，就是我们所归的对境。但这个归当然没有所归对境和能归之者，它本来就是一如，这才是最实相归境，也叫做最圆满之归境。我们当今所行持的一切善法都是为了达到这个善法，要记住啊。倘若分为两类，好，这是本来清洁大空智慧或人与之正显现智慧，在知识空性当中
知县民僚在缪织制当中能呈现一介县县君臣为本体之中两者分不开的状态之中，如同我们上面所印证的本体情景和知县情景般的。如果要是分为三类的话，即是本体空性智慧、知性光明智慧或大悲周边智慧，分为三种，刚刚已经印证过的。那分为这么多的，可能有些人也大脑就会变昏的，就觉得怎么一生的二生三一种智慧二种智慧三，刚刚在讲解三宝怎么又变成了三种智慧呢？好的，是不同的就是一名，就不同的名称，实际当中就在印证三宝。好，大悲周边智慧呢又要分为外明大悲和内明大悲两种。外明是指的是当我们在具有慈悲心的立场之中救度所有一切众生的，好，从外在的观点当中去观待好一切众生，但这种慈悲心当然不是所缘之慈悲心，而是无缘之慈悲心。好，天哪，很多都觉得这什么叫无缘或所缘，慈悲心就是慈悲心，还分为那么多种干什么？你还不如呢像我们平常了解的慈悲心讲解就可以。要记住，就是由于佛法太深啊，因为佛法不是一种理论性的，而是一种境界性，但这个只有靠修行才能悟证的原因就在之上。是的，前面在讲解所缘慈悲的时候啊，很容易理解，但是一旦讲到无所缘慈悲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慈悲心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又不能起心动念，又得有慈悲心，这怎么说明呢？所以就觉得非常非常难建立的，但这不要紧，慢慢慢慢的修行，它是一个过程，我不是我们天天都在讲经的。历代高僧大德行持那么长时间的修法，就是为后代弟子做过诠释，修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说我们先前对慈悲心的理解可能站在所缘的立场之上，但就是让我们在所缘的基础当中逐渐开始行持，就是修法，来达到无所缘之慈悲心，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好嘞，内昧大悲呢，显空无别之本体，是指的是本体自性和大悲周边三者无二无别的这种境界，就叫做内昧大悲。大悲分为两种，外和内两种，这个呢已经知道了，也没什么不知道的。那这一生就是站在外归和内归两方面的立场之中讲解，好，达成以上的法。那达成了呢，归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依照因法生成而言，就是用现状而说，在没有安住在外菩提果菩提树下之前，因为在云度菩提树之下啊，仙界千佛都在这个树下而成佛的，所以就立为从外的人的显现当中，在菩提果菩提树下之前，在没有先前内菩提果觉醒如来藏之前皈依的，就是还没有完全证悟到最终境界之前做皈依的，或者按照密宗的讲法，在没有殊心本尊本体之前皈依。因为这个殊心人呢，指的是什么呢？原是本具有的本尊呢，称之为叫沉睡的。好的，殊心的时候叫什么？就完全呈现。好，这就又从两个名词上面讲解，这很容易知道，就是说原是本具本具有的呢，本尊之本体是这样的，它是在沉睡着，从我们的角度当中它还没有起现，就如同沉睡着一般的，就像在阴天的时候蓝色的天空并没有到哪个地方去，但是在我们的面前如同沉睡着一般的没有现前，这就叫做沉睡之本尊本体。那密宗在讲解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之内做皈依呢？就是殊心之力是什么？已经完全显现本具有之本尊的时候，那就是成佛的时候了。因此本尊又要分为所权形象之本尊和能权身影之本尊，能权身影之本尊还要分为殊心和沉睡两种。
这个可能就知道，知道你把大体的角度了解以后，就没什么可不知道。什么叫沉睡？什么叫苏醒？就是当这个本具有的功德、本具有的贪嗔与苏醒呈现的时候，就是佛的境界。那我们的皈依时间就到什么？就是成佛之间。我们本具有如来藏的，但是先前在沉睡之中。我要皈依到什么时候？当这个本具有的一切贪嗔现前的时候，苏醒的时候，好，知道这时候，这时候你已经成为十相之本尊了，还十相之皈依了，难道还需要皈依谁吗？就不需要。现在就知道了。天哪，今天的名词可太多了的，刚来的弟子们就在，难道这个沉睡和苏醒也可以呢用在本尊之上？这个师父有点不好听的了。好的，但这些都是一种诠释，没什么不好听的。好，达师道居住以上三种特点的皈依，包括因皈依和果皈依两种的。因皈依分为呢相似承诺皈依和真实随修道皈依两种。相似承诺皈依呢，通过了知佛是本师、法师道、佛是主办的。但要记住，对佛法僧三宝的理解必须站在上师道的立场之中。好，般从外皈依角度当中做皈依为妙的，和下面不要交杂在一起，那怎么也体现不出来上师道的皈依啊。好，在具备上师道皈依基础当中，通过了知佛为本师、法为道、身为主办居住三特点而皈依，念诵十万遍皈依偈。但这一点，往昔我们开始受皈依戒的时候，都已经有这样的戒律，如同阿底峡尊者所传讲的五种之分之戒条当中，不是有念诵十万遍四皈依吗？当然，对皈依的理解要站在上师道的立场之中而做皈依，但总之要念诵十万遍四皈依，我想呢都已经念过的吧。应该这样啊，这就叫做承诺皈依的。因皈依当中分为承诺皈依和真实随修道皈依两种。真实随修道皈依呢，按照上面的承诺，通过实地御用服务，通过平常在新竹做什么时候都必须要皈依三宝。好，刚刚说说实地御用服就是本师、法师道、身世呢修道之主办的方式做修行，所有的一切行为都称之为后面所说的叫真实顺修道之皈依。这个就叫做因皈依，上面已经讲过，又要记住皈依当中的分类，因皈依和果皈依之区别啊。果皈依呢，是指的是贤宗所说的原菩提心或真理的殊胜能意乐。密宗的果皈依是三种自然智慧，无二无别，本体、自性和大悲周边三种智慧无二无别。如果证悟了这样的实相，那就正如所谓的渐变殊序救护心识是密宗之法相，就是完全证悟到心识心的本体就是密宗的法相，所有相知分别念都自然灭尽。在知受这样的简介当中，所有的一切分别念它自然会消尽。所谓的自然消尽是指的是什么？如同花智仁波切在三句经要之中曰，若能知受本体妄念曰初大根形成解脱自性之功能。从这个角度当中将见灭尽，并不是说我们平常心智三法的时候，心智三摩地的时候是怎么形成的，当妄念升起来的时候，第二念把心安住在平静状态之中的时候，千念就要消失的。但这是否是了一之禅理？当然不是。前面为方便，后面为智慧的话，前面方便已经消尽，单纯智慧怎么称之为贬值双语呢？当然初次开始形成三摩地的时候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虽然它不了也没办法，只能这么走的。但是究竟当中的灭尽不是这样树立的，前面妄念消尽以后就叫做灭尽，那方便消尽单纯智慧怎么叫贬值双语呢？那难道方便在具有的同时，好，就叫做贬值双眼？
啊，也可以这么说，也不可以这么说，难道能说还是不能说？因为它是一种境界，超越一切心论边的境界的，而不是思维造作出来的一种概念性。当然能这样说，不能这样，因为能这样说说明当时含有这样的意义，也不能说，因为它并不是一念造作之概念性的，不能这样说。现在应该听得懂了。好，这就叫做自然灭尽。要记住，我们平常在行至三摩地的时候，前面的这种修法只是一种过程，即便你修得有多么好，我想现在大部分修行之界都得这样。怎么说呢？当有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把心意安住在平静，前面的起心动念就会消尽。好，靠这时候明空不二的简洁当中行之善法，实际当中已经消极方便而单纯顺利智慧，即便智慧当中明空不二也不是了义的，它是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天天都在传教花智仁波切的这部教言，若能知受本体，当时庙里七贤一切之相有多么千变，均成为本体之庄严。没有说历史好的千变是恶念，必须要寂灭才能树立贬值庄严，没有这么讲过。好，那就说明我们平常在修禅定的时候都要细致一点呢、啊。那有些人问的，那当烦恼七贤的时候，我就不去管他，就顺道他这么修学可以吗？若要是具有能所对立性的话，当然不可以，他就叫做心识的，不叫做智慧。又不能这样，又不能灭掉的，天哪，该怎么办呢？你可今天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的，这样做又不行，不做也不行的。是的，里面有很多个窍，有很殊很神圣的一个窍门。这个窍门我们在讲嘛，当然在讲，在讲成熟口诀法的时候，整个方便道就是为了去入这个窍门来证悟这样的境界。在讲解上述瑜伽导师外向内向，就是这个窍门，靠这种方式来证悟这种境界。所以突然一听到这么一个名词，总觉得有些不懂的地方，但慢慢的，因为我们这两天说过，在面对时间一件事业，我们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像有些呢，连晚上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天天为了把自己的这个事业搞好，东奔西跑，付出的代价非常大。那我们先前所从事的这番事业，可是不仅仅是暂时之事，而是三世永恒不变之快。要承办这样的事业，付出一些代价很正常。初次开始可能有不懂的地方，逐渐开始去学，慢慢达到这样的境界，慢慢来。好的，叫自然灭尽，自然解脱。要记住，下面所传讲的几些名词，都是站在刚刚所印证的一个间接不同的角度当中印证，不要把它说的哦，这就叫灭尽，这样就解脱了，这样就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当中树立的一名不同的名称的啊，记住这个叫自然解脱。但即使好境界，这个解脱并不像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解脱是自己呢在上面打上一个结，好，后面再把这个结解开就叫做解脱，当然不是，有一个所解的境或能解者，那这不叫做解脱，即便称之为解脱也是迷眼，暂时不是究竟的。那什么叫做解脱呢？刚刚已经说过，若能知受本体，妄念越初达根性成解脱自性之功，两当下分不开的状态当中即为解脱，叫解脱，不是解开什么烦恼而树立一种呢对治法清明之见解就叫解脱，不能这么去理解啊，要记住。还有自然断绝，刚刚已经说过，自然断绝这个自然之力是什么？它并没有一个创造性的，它本来就是任运自成。什么叫任运和自成呢？不需要依靠因缘，因缘来自于息轮的，没有息轮的话，这个断绝还有一个缩短之境和能断之念吗？当然没有。好，但这些都讲解这种境界，不是概念性，用概念去来分析境界是大不大，可能就是这样的吧，只能说。好，自然融入，自然清净，与
无相无分别的境界当中。这个叫无相指的是什么？在智守这样禅定当中，它没有一个人所对立法称之为无相啊，不是说无根者之什么都看不见叫无相的。若要是这样的话，那怎么称之为初时间的神观呢？无相指的是没有人所对立之法称之为无相。好，也是没有分别心的，当然没有，因为没有人所好这种呢单着的小哪来的分别心呢？好，分别之境界当中跌到救护，救护什么？执守这种禅定的时候，妙力其现，一切之相均成为本体之作用，它就叫做救护。这个救护不需要依靠对治力去救护烦恼的，它本来就是有。天哪，最讲究的是禅定，是实相般若的，要记住，这不是讲解过程，而是因证见解。有见解再看看你的见解，现在是否是这样？是，那就说明有点对哦。好，即是果归，因为果不讲解过程，而直接讲解当时的境界。就像禅宗所讲解的是见性，但是这个见性当然也有很多，有些像登地菩萨、医生都称之为见，但是圆满见性是佛的密，所以它就叫果归。或者说因法相成显宗的呢，源于他相续前已经先前的三宝，而希望在自相续当中获得一种实力。好的，从一种显宗的立场来说呢，就是说因法相成在他相续当中本具有的功德，就是说诸佛菩萨的密，我们不是这么说吗？诸佛菩萨已获得端正一切功德，所以我先前皈依这个诸佛菩萨，祈请诸佛菩萨的这个密加之心相续，我也达到这样的境界。好，这就是显宗的皈依方法，一种是历史的。好，密宗果为道用，也就是通过这里头呢，儿身之舍身，就叫儿身之舍身的，就是法身和舍身之舍身。好，道用方便升级之力。好，法身儿身之舍身，道用方便升级之力，或法身道用智慧圆满之力的途径，是果为三生事业道用。好，故此成为果归。在心之正这样的善法究竟达到而生之境界，称之为果归，上面已经讲过。所以这些过程都得知道，是一个是圆满之，一个是历史的，就是立这样一个誓言，我先前依靠这样的方法来争取获得什么样的果位，就叫历史。圆满具备果归者，就如同上面所引成的三生之境界般的。好的，以上三十道的皈依方法，即这里讲，在这里讲的是上十道的皈依法，不是为了自我利益，而是为了其他一切有情获得三宝中极本体的福果。从今日起，直到没有证悟圆满菩提之间，皈依贤正之佛陀，甚至及他们心相续所具有的一切法。所以时时要具备这样的法性，因为站在大乘的立场之中，即便是皈依，要想到为了三界流去一切众生，均能获得圆满三宝之境界而作皈依，这个法性或历史永远不能间断，因为我们是大乘的。还有很多人说，我初次开始进入佛门的时候立下这样一个誓言，是大乘佛法的誓言，这对我今后修法会不会造成什么呢影响等？当然不是的。比方说以前我们初次开始进入佛门行持大乘法的时候，都要观想的愿三界流去一切众生均能证得福果，因此我而修这样的法。那此外还有更大的历史吗？没有，我们平常的历史可能还是在这个凡教之中。好，特别的殊胜方便金刚乘，金刚，乘之中呢，作为初打因的奇美名殿，虽然已经原本具备的啊执行清净，但还没有现前。这指的是什么呢？作为密宗的弟子，本具有如是般之功德，但现前还是没有成片，如同阴天般的。蓝色的天空乃至所有的一切功德是本具有的，但是由于如无明而去般的乌云遮至蓝色的天空，看不见蓝色的天空。
这一页对经就是呢密宗所说的智慧用事的，把初大音的清门名典呢观视为实验准的，就是先前还没有完全证悟之前啊，把自己当作是，就是说内在本具有一切功德，先前必无名而去遮之者，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试验者。好，这要记住，要知道修升级之地和圆满此地的弟子们，若要是不懂试验者和智慧尊的话，无法行持的。虽然当时也讲解像升级之地的话，发心不变密定等等的，但是总之讲解禅定，但是他还是具备少许一念之造作、试验者和智慧尊，所以要知道什么是试验者，什么是智慧尊了、啊。好，要不我们就怎么也不知道无上巧觉大圆满叫做无有实之尊而证，那就更不用了，更不了知了。那前面连有试验者和智慧尊都不知道，没有试验者和智慧尊怎么知道呢？好，这就是刚刚也就是，虽然我们本具有以上所传讲的一切功德，但是如同呢阴天般的必无名而去乌云般的障碍遮止一切功德，所以这种行持者就叫做试验准者。好，习为智慧奇门名典呢，观修为智慧勇士，依靠这所有对境而成就清净先前的佛陀，所以我们依靠这种修学方式而承办本就的一切功德，当达到两者分不开的状态当中，就叫做无有实之尊而止。为什么叫做大圆满加什么次第？很多人说就叫升起次第加圆满次第等于大圆满，因为大圆满不叫次第的，因为它是果位究竟果，不讲解次第的。好，那就是说前面依靠试验者和智慧尊来承办究竟之果实的，就是依靠这两者，但是最终大圆满境界当中两者都分不开状态当中行持，即为大圆满，原因就在此上。然后要记住啊，即便是修学本尊，我们把本尊修法分为所权形象之本尊和能权神影之本尊，所权和能权达到圆满的时候就叫大圆满。为什么大圆满当中的本尊是讲解在自受本体当中时时呈现一切密念光明察度之一切本尊之相，永远不会有消极，原因它是大圆满究竟果实。好，是升起次第究竟之果位。从圆满次第的角度当中来说，先靠实受奇门名典而承办圣隐奇门名典之过程来达到圆满奇门名典，此时的奇这里是什么？当然是智慧智，脉是圣隐脉，名典就是般若波罗蜜智慧，达到这种圆满境界的时候就叫做大圆满。好，有关脉的分类的工程主要有三脉五脉。三脉其实中脉、做经脉或有血脉，因为由于是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在排九界伏方的过程当中，为了断绝左右这两种经脉或血脉观想中两种不同的元素，就在此上。无论及顶上呢，即顶上是大乐论，后间是呢受用论，心间是法论，其间呢幻化论，密处呢叫呼罗论。如果分为七论的话，再加上说染或论或能染风论呢，就称之为七论。在大圆圆满次第调伏七门名典的过程当中，在具有一定禅定的基础之下，必须要起心动念来断绝这样的脉。因为我们在修大圆盛会的时候不是说过吗，当今很多行持光明境界者认为什么样的一种脉轮呢，打开的时候就会呈现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但这是实相。当我们行持这样的禅定，脉轮已经打开的时候，它会呈现如是般清净之境界，这时呢是真实性的。但是光具备有显现，并不代表脉轮已经打开的。所以为什么让我们在行持三摩地的过程当中有显现不要去执着，原因就在此上。有显现不等于是功德，原因也就在于此上。若要是如是行持者，脉轮一打开的时候呈现各式各样的境界，但这是一个次第道，尤其在讲解圆满次第的过程当中讲得非常细致的。好的，我只按照大圆满的观点，顶上庄严论有360个呢，
没办，办，对，后间呢聚集有呢16个，先间聚集有8个的，期间的呢剩余有60个的，这所有的麦，它都是上口朝下的，尤其在讲解三门麦的过程当中，主麦当中还无上巧绝大圆满，还要讲解一个嘎的随机麦，说这个麦。就根据当时修学禅定的弟子来自烦恼称中来理，像烦恼称中的三无趣者，这个脉的口是往下的，三散的东西，众生三善道的众生，它是横着的。好，菩萨的脉是已经开始了，朝上打开没有打开，浮的时候就已经打开，像所有的这些脉都是朝下的缘，在反复的境界当中是这样。当这种脉轮一打开的时候，都已经朝上，并且一打开，那就产生相应的功德出来了。但是要记住，这些脉轮并不是说哪一个地方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要解开这个门，就是当启开这个门。那你说要是一个私宅的门，只能呢靠动手手才能解开这个门，那不止的是这个门的了。而工程的金刚身呢，初所是脉，脉中运行的是风，风力呢的本体即五大中风也。要记住，刚刚所讲解的这些脉，要这么去理解，在世俗的角度当中，这些脉是体现一切世俱之通道，所以就叫做世俗脉。要记住啊，这时候的风就是飘动一切世俱之力量为风的，在世俗的阶段，这个状态之中。好，这时候的明点即为识的，在声音的间接已达到圆满境界当中的脉，是指的是趋向于究竟间接的这个通道，就叫做脉，称之为声音脉。好，这时候的风是飘动一切智慧所具有的一切功德之力量，就叫做是叫智慧脉。好，这时候的这个是已经转变为智慧，它就叫般若波罗蜜，就叫做刚刚说出识与智慧之区别就是这样的。不要单纯树立在身上的呢这么一个称识之上，一个实体之上，这样的话无法体现出深远次第之殊胜。要记住的是，从外三部乃至内三部，从总体的角度当中来说，密宗称之为果法，是吗？好，因法相称就叫做因，靠方便来承办智慧。从外三部以上，从总体角度来说，都称之为果法。果法当然不树立在一个称识之上，一个实体之中的。若还树立在实体之上，连因法相称都不如的。因法相在把外境所有，从小乘开始，把外境所有的一切，以无非为尘和无始分刹了，最终也知道一切皆为无有的自性了。那到了深远次第的时候，要树立一个实体的话，那怎么称之为果法呢？要记住，绝不能树立在实层的一个实体之上。根本的无风是次名风、上行风、下行风、平等风和变形风，但这个在深远次第当中就讲解这样一个风量来飘动，因为它的作用等等都讲得非常细致。但我们先前是修学无上教育道，不是那么的细论法的，因此一知道风就是飘动力量，站在实数或声音的两方面去理解。自分的无风是运行在五种有舌根中的风的，如果轻盈的茶杯内分，拿一个正常的庄严人来说，一昼夜风运行21600次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保平气的时候，把平常的呼吸都专程用在保平气，压制一切思绪，成全智慧之上，原因就在此上，根据它本具有的法规来树立一个善道。但又要记住的是，保平期它是针对深远次第的方式而树立的。若要是长时间不做修行，这即便前面走个过程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比如往昔我们都修过1个月，甚至几个月，但是当今一段时间没修过，再开始修的时候，又要开始从零做起。
尤其像修宝品起的时候，真的初次开始修行者，决定了吃得饱的时候憋气就会短的，吃得少一点的可能憋气会长一点等等，完全的呢根据到自己的身心的状态来调动，因为它就叫强制性，这个风就叫做是，叫，野风呢，这种野风。它还是根据当时的状态来飘动，它与自然风完全不同。像那云行岭呢，西美之分中的风有12万6000尺的，它属于动摇风的。缅甸依靠风，也就是说庄严菩提心烘焙缅甸依赖于风的，就是刚刚已经说过，若是在世俗的立场之中，这个缅甸飘动之力力就叫这个飘动之力风就叫做野风，缅甸就称之为世。当最高来了，野风飘动时的时候，就变成很多世俱各式各样的妄念和分别心的。站在世俗地的圣意地的立场之上，这个缅甸称之为智慧，好，这个风称之为智慧风，依靠它的飘动力量，好，就会圆满证悟到究竟果实。好，还是依赖于这个风，要知道，好，这个风和明点，就是说风和明点如同芝麻偏油一般的编辑于一切脉的，这三者虽然分隔三个不同的阶段来传讲，世界当中就是一种操作之力。因为比如说像当我们产生一个妄念的时候，这个七弦妄念之通道为脉，好的，飘动力量为风的，好，这个十句之认识到为四，它都是一个而之分为三个不同之呢之法，实际当中在一次作用的时候，三者同时具备的智慧也同样一个道理，表分为三个，脉就是一个脉，和风和明点完全是隔断性的，不能这么去理解啊。十相金刚乘的归境，说一是奇门明点，能一是菩提心，观音分为一类啊，两类和三类的内容上面已经上过，正如正文所说，这样念呢，奇门明点如果与清净法相对应，那每清净的时候就叫做身宝，好，具备一切功德或化身，风清净的时候为法宝或宝身，明点清净为福宝与法身，本体空性即为佛陀，自性光明即是正法，大悲周遍显空双运之智慧不可分割，即是身种。前文中所讲解的三根本奇门明点和本体自性大悲都可以设聚在三宝当中，并且不超出三宝的范畴，就是刚刚说印证的见解般，从小事到乃至呢无上教觉大圆满所印证的见解当中所传讲的一切法都没有离开过三宝的范畴，必须这样理解啊。如果对三宝加以分析，每一宝呢都分为本体、分类和功德三个方面。而第一福宝，它的本体是什么？福宝的本体端正究竟就是佛陀的本体。那么佛陀的端正是如何达到究竟的呢？身为圆觉证悟了人无我，灭除粗大的法我之，而断除了缩短业和烦恼障，而并没有断除缩执障和习气障。在身为圆觉当中，这一点我们昨天以上已经说过，作为菩萨一地见到证悟能发心地顿然断除了边际的障碍，在五百大劫中入定一号，在七号的断除吝啬烦恼，究竟不是度，损耗从耳底开始，一直跨地断除所断证悟所证，他们的证悟与小乘相比更是有提高和进展，因此直接断除了烦恼障的。因为在大乘当中，所知障是从一地开始渐渐减少，到获得七地的时候无疑断除剩余的烦恼障，从三清净第八地、九地、十地、三清净开始断除一切粗细的所知障，到达十地相续末集，以金刚于地的智慧将细微的习气障啊仅存无疑。但这时候如同天空中飘向的流星一般的非常快的，这时候断除
虚伪的习气在，从而无欲先前深远的智慧。知识在没有缩短缩增方面，在无所提高，也没有什么可进展的。因此，端正究竟即是佛陀的本体。讲解初地，就是登地菩萨到达究竟果实当中的整个过程。但是这一点，我们可以遵照我等历代传承祖师堪布昂经在行持三摩地整个过程当中的呢一些导演，就是他的呢建言。堪布昂经曰，在很多大乘道当中乃至密宗都在讲解见道的时候已断绝烦恼障，但是以他自己的观念说是当时并不是没有丝毫之烦恼，即便有烦恼，但是力量已经很细弱了，就没有什么可力量了。讲解这种目的在于何处呢？就是说当我们先前行持三摩地的过程当中，不要仅仅观待自己的身缘，就是禅定，还要观待一下逆缘，攀缘之烦恼是否在减少，从两个身缘和逆缘两方面两个缘当中去观待自己的见解已达到什么样的层次。从总体密宗的角度当中说，质量道有堕落也有烦恼，加行道没有堕落有烦恼。那先前观待自己的内心，我们平常从事三摩地的时候，那有没有烦恼障？烦恼仍旧那么沉重，那就说明离见道仍旧遥远。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去观待，因为这里头主要说传讲的是从一地道呢不仅七地以下圆满断绝烦恼障，从第八地开始断绝所执障，在究竟达到佛的果位呢，来当下以刚刚所传讲的金刚于地的智慧，将微细的习气障圆满断绝，而获得究竟果位。所以为什么讲佛是端正，获得端正一切功德之为佛呢？原因就在此上。所以我们先前从佛的角度当中去观待什么叫做佛，当然从一地到十地末地之间的称之为菩萨，也就是在大乘道当中所依止的僧众。好，这个呢也稍许了解，从简洁的角度当中可能依靠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即便先前做印证可能也过于太早，也起不了切实之作用。但大体的角度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应该如实行持。好，福报的分为呢，所以身体能因智慧和所谓事业三种。所以的身体也分为本心身、法身、报身、化身四类。有关佛陀本心身的也叫自性身。新派旧派呢所持的观点，新派就是黄教认为远离五蕴的空性，他的这种空性空分是一种断空，因此他们承诺在当时已断绝五蕴的这种呢时候，佛陀没有贬值智慧，还需要在这个空性当中更加承办更高的境界。当然我们也知道新派黄教并不是完全堕入断见之中，他是在密眼暂时说的见解当中是这样说的，暂时当中说好，当时已远离无蕴的空性，他是站在一个断空的立场之上，因此程序佛陀当时是没有贬值智慧的。但是旧派认为佛陀的呢自性身是法界智慧双运之空性智慧障，所以他本具有所有的一切不贬值智慧。当无蕴断绝的时候，这种断绝之空性它并不在于可以改造之上，也不是一种意念的体会，也不是一种去受的，而是完全已经证为如实般境界当中，在红教当中认定它是这个佛陀是具备有贬值智慧的。法身是自性空明之智慧，好，梵语为嘎呀，因生出来就称为具者，也就是具足二十一种无漏法的智慧的。但这个二十一无漏法的智慧呢，在后面讲解像十力、十五位、十八不共同法等等的称之为刚刚所讲解的这种无漏法的体性。
而本性生活法身，这两者都是以一切种子之智慧。因此是从佛陀自身层面而安立的，就是站在佛陀的立场之中讲解以上之智慧。好，法身是站在佛陀本具有的智慧的这么一个立场之中而安立的。报身和化身是从说法他众的角度来安立的。说法有清净和不清净两种，在清净者的面前，依靠佛陀的自信大悲愿力以及说法师的菩萨美的福德力，而显现具无决定的报身的。因为从登地菩萨以上可以来享受五种报身之能的境界，所以称之为清净现象，称之为报身之境界。所谓的无决定，他当时登地菩萨以上要具备这无决定的，所初所决定为迷眼刹土，本是决定是无方佛，每一部佛呢都有小部的五佛眷属的。虚空的边际之处，法身周边，法身边际之处，为了调化清净说法有情的报身周边，在接受这样法身的基础当中，在清净者面前而呈现这样报身之境界，报身周边。法决定是远离眼所之大乘法的。因为为什么说这个眼所之大乘法，当然这里是心的本性的，心的本性如同禅宗所讲解般，言者不知，知者不言的。密宗所讲解的在究竟果实当中超越言语之一切心轮法，因为究竟实相并不是口中说出来比喻出来的见解，称之为言者不知，知者不言，为远离眼所之大乘法。眷属决定是师地菩萨，时间决定即恒常相续，也就是说不是本体常用，本体本来就是无为法，不需要用常这个名字来说的。他所讲解的是当时的见解是相续恒常的。不清净的说法众生前面依靠受用圆满身的发愿力或说法众生善法增上福德力，好显现殊身，就是佛陀殊身化身的，而呈现不清净。我们上面所说的清净为报身之境界，不清净为化身之境界。好，下面讲解的化身境界是如实呈现的。当然呢，化身呢还要包括书生化身和头生化身和公交化身或种种化身是种。其中佛陀的书生化身呢，只有注意大智量道和加行道四种加行道，这个十顺抉择分者是指的是是加行道当中的呢，这才能拜见这样的呢。书生化身如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由于总有这种说法。那可能有些会说，王羲在云都能见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呢信众，都是什么？说很多教员当中都说都是具备加行道，具有行如是具有这样功德者的。还有一种的观念说呢，佛陀先于时间之际，青蛙和乌鸦等也能也见到的释迦牟尼佛像这样殊胜化身的。但是从中的角度来说，能也见殊胜化身者当然是一个具福德乃至具根基者的，不是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即便是青蛙和乌鸦的可能也是具备有很清，当然化身显现为乌鸦和青蛙，但是这也不能完全在于说都是一种过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以前有一位副长师，有时呢去自己去副长品的时候，就把其他副长师的副长品给取了，但这个呢是不允许的，因为释迦牟尼佛像这样隐藏副长是对到不同的时代而实现不同的副长是驱从的，这样的副长品乃消尽这个时代的一切烦恼或畏惧，因此而呈现的这样现象。但有一个副长师呢，就取副长品的时候就取错了一个副长品，把人家的副长品已经取走，但这样还是要受因果，就要遭受因果。后面这位高僧大德知道他由于呢做了这件事情，可能又要投身到一个旁生道之中，但是他投身到旁生道当然不需要完全遭受旁生力呢这种恐惧般的，只不过是呈现旁生道的形象来救度一切众生。当时这位高僧大德曰，他说他可以有自在能投身到哪一个旁生道之中，当时想这个秃鹫不需要了活生生的吃他人的肉，
这里都是已经失去的一些人，觉得呢，投身到一个秃鹫也挺好的，所以他说他就投身了一个秃鹫。但呢，说秃鹫的眼睛，它就有一种呢和其他的眼睛不同的一个特点。当呢，李天下往四周了呢，看的时候，只要看见哪一方向有个红色的天，就说明第二天飞到那个地方，绝对能吃到肉。有一天，他有大概有几十天就没有吃到一点点东西，饿得实在受不了。有一天就看到有一家一个男子还背着一个枪，正站在一个快要死的一个马的身边，实在受不了，直接的呢就落到这个马的上面，就开始想吃他的肉。这时候这个呢，那汉子就拿着枪就把他打死了。第二次发生的时候，说他就是这个副长使的，说他的前面是一个秃鹫，上面还是一个副长使。从刚刚所讲解的例子当中就能知道，即便是一个旁生道，我们当然也不能仅仅树立在一个仅遭受旁生痛苦的这么一个凡夫旁生的，不能这么树立的，有些可能是化险。那即便是青蛙和乌鸦能看得见这样书生化身，说明他也具备有一定的能力根基和福德的，要不是看不见书生化身的，应该这么去理解去走的。好了，不管怎么样，圆满实现呢，这个里头是十二相的佛陀的。十二相的佛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从诞生来知道呢缘寂之间的十二相佛陀的，就是书生化身，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好，投身化身是指在六道之外的，好，各个道当中的能忍如来的六种如来或三十善知识，一切都称之为投身化身。依照涅槃经当中所说的，摩登导师释迦牟尼佛实现涅槃的时候，为阿难及一切行众受解，阿难表态哀伤的，也表态哭泣的。末法时代就是末日五百世的时候，我会呈现不同的善知识来救度你等一切众生，所以先前所有的一切善知识都是佛陀的化现，称之为投身化身，这些都是佛的化身。那讲解这些道理目的在于何处？我们在受皈三皈依戒的时候，当时讲解要依止善知识，因为当今我们所依止的是佛陀，但是早在2500年之前实现涅槃了，先前就得依止善知识。佛陀的投身化身就是呢三十善知识和大德们，不管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时时要依止这样的高深大德。好，供销化身呢，一种观点认为是指的是化现为像伽玛不朽等人，像他们所修出来的时候，工匠打出来的可就不得了，就非常非常细致，所以这种就叫做一种化身的。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凡是所有的一切土匠、石匠、铜匠等等，凡之从事的呢诸像、花像、雕像等真善善法的一切工匠师，都称之为化身的佛的化身，因为佛呈现不同的形象来，呈现这样的造出这样不同的形象，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因此也是佛的一种化身的。种种化身是指的是船舶和航船、桥梁、台阶，好，甚至在像修这些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利益啊。就即便是一个碗，平常喝水的时候，每碗不好喝的，所以呈现这种化的现象，也是佛的化现，就是造这种现。佛的化现呢，呈现在不同的形象当中，佛的化现有禅林之化身，还有思源之化身。思源之化身呢，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佛在圆寂的时候，就看到某一个人对众生有利益，有这方面的一些呢技巧的，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功德加持于他，凡是说他承办的一切都为众生有利益的，所以这就叫做思源之化。那化身有很多很多种啊，刚刚所说的，甚至在很热的时候，逼迫之中的凉风，比如说天气非常热，要是来一点点凉风，这也是呢佛的一种化身。这个凉风就是天气非常很寒的时候，呈现一点点暖流，也是佛的化身。因为佛呈现不同的形象在救度做众生，因为烦恼沉重之面前，他只能体现这样的现象，
若亲近者面前如同刚刚所说像无决定者保身之现象也会呈现，但这些呢都是指的是亲近者面前。好嘞，凡是成为给众生带来利益之因的事业都属于佛陀的种种化身。以前喇嘛丘根本上是陈格阿仁奶奶身边，喇嘛丘还不是陈格阿仁化身的就师子的时候，前面还有个叫阿甘尼玛的。因为阿甘尼玛的时候他们师徒俩平常物质条件也并不是很丰盛，所以每次住的地方呢也很糟糕，因此尤其一到冬天的时候外面的雪和冰都很大的，因此晚上就跑出去去方便就觉得非常非常不方便。后面据说有一个施主给他们带来一个夜壶的，这是阿甘尼玛说他今天真正已经来认识到夜壶真是佛陀的化身的，说要不没有这个他们晚上都要天天往外跑的把他冻死了，决定是一个佛陀的化身的但这些人听起来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但实际当中对众生有利益的一切他都是佛的化身的。雷音之智慧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无所不显，佛陀的智慧也包括法界行之、大愿行之、平等行之、妙观察之后成所作之五种。法界行之呢，要记住五种智慧并不是因着有五个智慧，而是从一个智慧的不同角度当中因着五种智慧，那当前具有智慧者也指乃至有见解者应该如下去了解。法界行之指的是先前万法实相摄影的在当今所行持的了编织双语也好说不出来的清明之见解当中已经含生了法界行之，它就是法界行之。在这种境界当中大愿行之就像清澈的镜面上能映现出一切影像一样，在执守这种见解当中无根并没有止止，因此所看得见的一切景能听得做一切声音，像这种显现就如同在一个镜子当中的映现中一切影像一般的。在法界智慧面前好所呈现的一切轮回涅槃等一切显现好像这样的一切之相不着不灭的，但这里头跟所说的能涅槃显现曾经这部分不灭的，这不是这样讲解的吧，这样呢也能理解一些的，但是这里头所说的不灭所现轮回涅槃等一切现象就如同上面所讲解的在镜子当中映现出一切影响一模一样，所以不会灭尽一切，因此称之为大愿镜子。在执守这种境界当中眼前既能看得见一切之相而且又能听得就是这些声音，但是在执守本体当中所呈现的一切万物之相即便有多么大的渐变都不会造成本体一丝毫之损失，因为本来就是一如的，就叫做大愿镜子的。平等行之呢，比如镜子你不管能映现什么样的影响都没有好坏之分，同等之事的影响而已，同样以平等一为一体的方式观照轮廻而至就是平等性质。在执守这种禅定的时候不管呈现的一切是好的还是坏的，听见的一切是好听的坏听的，由于执守本体的缘故已经超越一切单着与分别性，所以一切即为平等的，就叫做平等性质。那先前很多行持三摩地的弟子们闻我们自己的禅定，当我们行持禅定的时候眼前看得见的一切即为山河大地，以及我们平常所看得见的各式各样的光乃至文物坛城等等，对你的感觉当中哪个更执着一些呢？当然我们会执着各式各样的光，所以为什么见到谁说我平常看得见的是各式各样的光，看见的是本尊，看见的是这个好的，没有一个人来跑到导师面前说我先前看见的都是山河大地，没一个人如实回报的。这就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在行持三摩地的时候平等心智可能还不具有，人就占有一些分别心，当呈现好的景象觉得很高兴，没有人来这种景象的时候总觉得没有很好的境界等等。但要记住的是法界心在法界心智当中所有一切轮回与涅槃等相本来是平等的，
我们在讲解六百法的时候，基于与之前当中的人与法门，没有讲解轮回是功德，轮回是过失，涅槃是功德，没有讲解分这样的分别心和这样的呢，区别的，它本来就是人与。在人与八门呈现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一样呈现的。在知受本体状态当中，究竟果实当中的人与八，它也是平等的，才能称之为果位。因此，现今在行持三摩地的过程当中，绝不能有这种分别心的。好，要不就不具备五种智慧当中的平等性质。一不具备平等性质，那上面所说的单元精智和法界性质，都不具有的，都是一种造作性的，当然不是一个妙义的。妙观察之，尽管从法性的角度而言，一切法都是平等的，等性的。可是从有法的层面呢，毫不混杂寥寥东西的轮涅之玩法，就是妙观察之。它本来就是呢平等的，但是从刚刚所说的，从有法的层面当中而论，它可以呢知道一切，它能辨知一切，一切都是平等，它又能知道一切，好，就叫做要观察知道，什么都能知道。曾所作之呢，比如医生的责任就是通过把门来认清疾病的，依靠药物治疗疾病。同样，佛陀考虑到如何调化说话众生，而如如不动，不加勤着人与自身调化和说话友情，这就是曾所作之的。要记住，在具备这种智慧的人的角度当中，不需要勤着去度化一切众生。在知受简介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说过，慈悲心分为所缘之慈悲心、无缘之慈悲。在知受简介当中所呈现的慈悲心，当然没有一个所慈悲之对境或能慈悲之者，本来就在一如状态当中救度一切众生，称之为曾所作之。所以五种智慧都如是具备在一个简介之上，但这个一个简介当然也不是实体的一个简介的，就是我们说因真理般若波罗蜜，这些智慧可以呢归纳为两种：法界性质、单元精智和平等性质，属于如所有智的两种智慧当中。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属于尽所有智，但总的来说，当前所行持的禅定永远没有离开过五种智慧界二种智慧当中。好，从经所有之当中呢，上面所说的妙观察之和成所主等，也已经含释了慈悲心和行心所有一切功德。因此华智仁波切曰，当今这个时代，人人都在说具有如所有之而不仅有经所有之者，即便说是圣者，也不是诸佛菩萨之秘书是假的。那就说我们平常在行持三摩地当中，是否两种智慧如是具有？所有的智慧都可以概括归结在一种的宗旨当中，就是我们当前所行持的辩智双运之上。因为在因真简介当中，从一种因真简介当中称之为法身，二种如所有之和仅所有，三身法宝化三身，四身再加上自性身，五身就是五种智慧，六身六度般若蜜等。从不同的角度当中印证见解，不管印证的时候，从一身的角度，二身、三身、四身、五身，都是在印证般若波罗蜜。不是说数量越多说明见解越多，当然不是，从不同的角度当中印证见解。好嘞，所有的事业的佛陀将所有恶趣终身安置于善趣，将所有善趣终身的安置于三种行圣道中，将三种呢行圣道的终身逐渐安置于福地的。因为前面的像小师道和中师道是初次开始进入佛门的一种方便道，但是逐渐我们对法的理解越来越增长，那应该要越来越趋向于上师道，绝不能仅仅停顿在下师道和中师道之上，这一点都要铭记心中。刚刚已经说过，初次开始进入佛门的时候，我们以下师道之
处理新也好，普利新也好，当时的鬼都站在这么一个立场之中来形成成本更高境界之方便及工具。但是逐渐对佛法有所了解的时候，不要仅仅停留在下士大师兄的，那这样的话成本界都是不可得的。上面已经讲过，仅仅一个下士大最终跌倒的只是一个善举，中士大的话独自获得涅槃之外非成为解脱之因，少士大才能成本解脱。因此我们先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教授我们一个次第道，先从他开始入手，逐渐要承办更高的境界才对的。身为圆觉菩萨的人们只能把众生安置在他们各自的果位当中，比如说像小师道的话只能安置在一个善趣之中，深圆成那只能安置在独自获得涅槃之果位当中，而不能把他们安置在福地。佛陀根据说话众生各自的意乐知识正道，把他们安置在究竟福道的视野。超生身为圆觉菩萨的圆觉菩萨的方面有三种，即恒常、周边、人云的视野。恒常是佛陀在救度众生的时候，佛陀没有先前利益过众生，现在不利益众生的情况佛陀永远没有的，所以称之为佛陀的视野是恒常的。佛陀的视野是周边的，佛陀呢没有只在东方行持视野，在南方不行持视野的情况，所以我们天天都在讲解佛陀的视野乃至佛陀的加持无处不在的。能否能获得佛陀的视野以及加持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心之上，就如同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它会呢照遍四方的，但是若没有眼睛在面前永远觉得没有光芒的，这没办法的。但这是并不是呢没有光芒，而是由于你没有眼睛的缘故，也就是说佛陀的视野一加持无处不在，但是不具备信心者永远得不到佛陀的加持。即便呢佛陀以不同的方式像上面所讲解的种种化身来度化作不同的众生，但是对你得到的加持仍旧是一点点，但这些都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心。比如当今我们在一个道场在一个大师一个了宝瓶之中的同时呢饮甘露水，但最终所得到的加持乃至呢见解有着很大的区别。是什么原因？是诸佛菩萨乃至导师的加持有偏袒的缘故吗？当然不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心的。你的信心若要是站在上等之中，你得到的加持为上等之见，中等就是中等，下品就是完全没有信心者永久得不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如同三西比丘和提婆达多虽然亲近了释迦牟尼佛25年，但由于不具备信心的缘故，即便挤在佛陀身边也没有得到丝毫之加持。记得前两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很多居士们说这两点可以在北京有个北塔呢有释迦牟尼佛的佛牙舍利的，说可以去夜间佛牙舍利，但是据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有丝毫这些佛牙舍利可能不是真实的，真正的佛牙舍利可能在博物馆里，外面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复制品。当时呢这些居士说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乃至呢有这么一种谣言之后，他们去夜间这个佛牙寺里应该带着什么样的信念去夜间最好？当然是还是取决于信心。若你有信心者，即便是一个复制品也能获得佛的真实加持，如同老夫人把狗牙当作佛牙做祈祷般的最终获得解脱。若要是不具备信心者，即便把佛牙舍利戴在他的脖子上也不会得到丝毫之加持。为什么呢？因为能不能得到加持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心。有些说这个加持很大，这个加持不大的，当然一方面这个加持若来源于圣者，一方面呢不是来源于圣者，加持方面可能有些区别也说不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者都来源于圣者的一个的手中，那就说明得到的加持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心。信心非常重要。据说王羲在我们家乡有一个人呢就是一个富贵的家庭家有一个说是刀枪不入的家子品的，所以从他们人呢
一代一代传到，就是当时他们家的儿子，说是这是刀枪不入的家持兵，说他们的父亲乃至爷爷带着这个家持兵在机枪面前来呢行走都不会打进去的。但他的儿子呢是非常有疑惑，就是质疑的人了，他就觉得真正这个加持兵能刀枪不入的吗？当时就把这个加持兵挂在杨丽身上，他们就从这边打枪看看能不能刀枪不入的，啊，真的开了很多枪没有打进去，子弹都能落到外面。他就想这个加持兵非常的，当时就戴在自己的脖子上，让其他人往他身上打枪，其他人在当往羊身上打枪的时候都没有打进去，总认为只要往谁的身上打都打不进去，一枪就把这个呢他们家的儿子给打死。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若不具备信心之戒，即便是刀枪不入的家持兵也对你忽视不了什么，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心之上。因此信心非常重要，信心非常重要。若不具备信心之戒，刚刚所传讲的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事呢？我在亚青寺的时候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因为亚青寺是莲花生师大师人第二通识吉祥善的，所以是具有加持的。用我的答案根本上是喇嘛仁波切等等。要记住的是，上师的事业与加持功德它是无处不在的，即便你回到自己的家乡，若具备有坚固之信念的话，一样可以得到上师的加持。若要是没有信心者，即便天天就在上师的身旁，也得不到丝毫之加持。三西比丘和提婆达多就是我们的先例，要记住这一点。刚刚已经说过，从周边的立场之中来说，佛陀没有只在东方行持事业，在南方不行持事业的情况，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心。因为诸佛菩萨的事业或诸佛菩萨的加持无处不在，而是编据于十方三世的。好，这是第二边境。第三，人云佛陀的事业是不加轻作人云之称的，不是先前很多有些不懂的人在问的。前两天上次我在哪一个地方祈祷着你，你知不知道？好，甚至有没有什么可感应？是不是那时候好像得到一些加持？是不是你想到我，乃至你做了一些人呢特意的一些加持等等？我想真正的佛陀不需要这样的。刚刚已经说过，人云之力是什么？佛陀的事业是不加轻作人云之称，他不需要靠什么因缘。诸佛在接受这种境界的时候，在十方三界所有一切都在加持当中，只要具备信心者就能感应。若没有信心者，那这个佛永久相助你，你也不会得到丝毫之加持。这些道理都要理解一些当然会好，对我们以后升起信心能起到切实之作用。那今天就讲到这么多吧。上面所传讲的一切都是在传讲佛陀的功德，应该如实去观待为主。这样一来，我们不管身处于什么地方，只要内心具备信心者，一样可以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的。因此前面的这些呢都非常非常重要。虽然在讲解对境的功德，但是对境的功德我们也是依靠先前心智三法而跌倒的这么一个境界。好，这种呢果位，因此先前必须要知道一些刚刚所传讲的这些，这两天一直都在传讲。我们回到家以后，虽然也有一两节课的，但是平常也可以抽出一两个小时时间的，还是多看看一些这本书，不要光在课堂上面听完一遍就搁置一旁的，但这些都没有丝毫之力。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这个法主要讲解佛陀本具有的功德，所以有时候没有长时间听闻过佛法的弟子，或昨天乃至前两天对比今天觉得非常陌生的，但这不要紧，因为今天我们所印证的多数见解都树立在境界之上，不是一种概念性的。概念性的法只要王熙看过一些，乃至王熙没看过，今天在讲解理论的时候也能通达。
但是像境界心灵就以前没有感受过的原因，所以如同盲人去看外面的景色一般的，像比如盲人去看大象是什么一种境界，当他摸住了腿的时候，就认为大象就像一个柱子一般的，这就是大象。好，摸到他的耳朵的时候，就认为大象就像一个扇子一般的，实际当中这只是大象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先前在印证这些境界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圆满之现象，但不要紧，慢慢慢慢来。从总的角度来说，今天回去的时候还是多看看一些这个皈依。皈依中分为几种皈依的，那几种皈依当中的什么叫外皈依，什么叫内皈依，尤其我们先前作为心智三摩地的修行者的内皈依也不可缺少，不仅仅也这是呢必不可缺少的法，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境界而心智一切三法，所以后面的这些境界也是不可缺少的。好，但后面所传讲的这些先从对境的立场之中讲解佛所具有的一些功德，但这些也需要我们去理解一些，因为佛所具有的一切功德我们先前依靠祈祷乃至心智三法来获得佛陀本具有的功德，佛陀本具有的功德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何时证悟到这样的境界才算为一个佛的，因此这些呢也是必不可缺少。所以今天所传讲的这些应该说有些地方可能由于名词和境界不同的缘故，但是从大地的角度当中来说，藏在牙尖寺居留的弟子们应该说没有不懂的地方，要知道是这个，要不仅仅树立在小师道之上做皈依还是有些不圆满的地方。刚刚已经说过，小师道和中师道是承办大师道之方便工具的，但是逐渐对法的理解来自简洁真相的时候，我们可不能仅仅树立在下师道和中师道之上，应该更加要认识到上师道。上师道当中呢，就像刚刚说出来还要分为例外等等，但这个呢就针对这次所传讲的法慢慢去修饰一些吧。刚刚已经说过，至于皈依的分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叫一个人起来说说也有可能是的，因为我这个呢这么讲解也不仅仅是吓唬你们的，因为若要是不回去就好好看看，光在导师面前听为一个传承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刚才从南昌过来一些居士说，能不能在你面前得到一个传承？是的，先前不仅仅是他们这些居士，在整个人的中国所有的很多居士求法都形成一个过程，只要在哪一位导师面前得到一次传承就觉得万事大吉。难道我们的智慧就这么丰富吗？当这一位导师面前得到传承之后，下面所有的一切修法都能一五一十的呢圆满认识吗？不可能的，我想不可能。即便你从文字的角度当中有所了解，但是光凭文字不能解脱。前两天堪布昂君不是已经说过吗？即便修学无上巧诀大圆满的弟子，大圆满有三大修行的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教研，但是若不接触上师的巧诀，即生成本解脱的希望不大，不是上面已经说过吗？即便在大愿神会当中，智慧光尊者曰，就像大愿神会这样殊胜的法本乃至文殊大圆满，先前不是很多人说我平常所修学的就是文殊大圆满，请问你所修的文殊大圆满是这个呢书本上的文殊大圆满，还是来借助上师的巧诀，是一位导师真正讲解什么文殊大圆满？若是书本上的文殊大圆满，智慧光尊者曰的，仅仅依靠他也不能承办解脱，因为他只是一个文字诠释，虽然站在其他的书本当中更为不共同的，但是总的来说还需要借助上师的巧诀。好，这些都已经知道，因此以后我们在求学一些佛法当中绝不能走个过程的，在哪一位导师面前得到一个传承就万事大吉了。这个传承仅仅依靠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真是这么一个过程的，应该要知道一些这些真正的理趣的
才为重要。好的，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下面就开始做回想，此时所听闻的一切善法功德，与过去所承办过的一切善根，和未来即将要承办的一切善法，与众生所造的有漏功德和诸佛菩萨所造的无漏功德聚聚一起，愿三界流去一切众生均能消尽一切病魔，在从事自己事业当中能心想事成，在行持一切善法当中能如意按照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奉行，并且究竟能活到西方极乐世界。因此我等大恩根本上师喇嘛仁波切与法王如意宝，经历代传承祖师如何回向给众生，我即如实回向，并集体念诵回向文。